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21日，来到纽约黄色区法拉盛缅街这个海天盛宴海鲜自助餐啊。下雨，吃晚餐，6点钟了，下雨都这么多人啊。对，热情不减呐。海天盛宴在开业的那天，我亲自来拍摄了，这里都是很多社区的领导在这里签下的名字，签名永久的回忆。你看贵宾在这里签字的是吧？嗯，永久的回忆。你看这还有鹅王，看到哦，鹅王，鹅王老师啊。是吧？海天盛宴名字取得很好，对，入口处明码实价的海天盛宴自助餐的价格又出特价了，周一到周六，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半，只有26.99块。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，37.99块。周天的自助餐，整天自助餐40块钱，从中午11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，所以周天过来吃，每个人最高的费用也就40块钱一个人。营业的很晚哎。对呀、啊，尤其是周天。刚刚进来这个大厅非常宽敞明亮，而且这里有孩子，就自己小孩年轻人，这里的人可以小赌博一样的在这里玩玩。嗯。加娃娃机。买点礼物是吧？有点小变化。他这边刚进来的话，就是这里这些的饮料，是跟包括日本的各种的饮料。网红饮料，嗯，还有一些啤酒，这边是那个冰淇淋，就是小孩子的冰淇淋最喜欢的。我记得上2个月的时候带着孩子过来吃，他尝了每种的冰淇淋都尝过了。夏天这个肯定是大卖啊，但是这也是随便吃，最好吃的。这边就刚进来，这边刚进来是他们的水果汁榨的水果汁，嗯，也就是每次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水果汁都现榨的，嗯，黄瓜、橙子、胡萝卜汁，对，都现榨的，杯子任意取。这里的寿司海鲜都非常非常新鲜，很新鲜，很漂亮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，对，是吧？随便取，任意吃，还有鳗鱼、海虾、烤鱼、嗯、烤鳗，有鱼片，还有寿司，对，还有加利福尼亚卷，各种寿司卷，大家看一下，海虾卷，你看师傅在里面啊，现做是不是？大家看，现做，新鲜现做哈、嗯，看得到，眼见为实，还有毛豆啊，八爪鱼。很多，还有鱼子，这里应该有虾子。这边就是热食甜品，都是他们现做的。这边进来就是水果汁和寿司吧，各种各样的蛋糕。这里是甜点啊，喜欢吃甜点的，饭后吃一些甜点。起司蛋糕、水果蛋糕、泡芙，这边是水果区域，橙子、橘子、菠萝。青瓜、木瓜，真木瓜啊！这边是沙拉区了，蔬菜沙拉。哎，这是好像我上次没注意到这个。田螺啊，对，上次没看到这个。对，这是有新鲜的田螺。这边是凉拌菜，这是腌黄瓜。哇，这还有这个水果罐头，这个是那个荔枝肉。哦，好吃，对，嗯、这当甜点一样的，看，挺好的。有，里面是卤菜，卤鸭胗、凉拌黄瓜、上海熏鱼、话梅萝卜、卤豆干、贡菜。糖水桂圆肉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。捞汁海鲜、口水鸡、夫妻肺片、蒜泥牛腱。哦，这个什么？好像是生那个羊肉。罐头黄桃，嗯、那个这个像羊肉一样的，嗯、像羊肉一样的。这是秋葵、金针菇拌海蜇丝。看看，这是好像白色的。嗯，就海蜇丝嘛。海蜇丝，海蜇。辣的不辣的都有，对吧？桂花、南瓜。你看这边还有这个吃牛排的刀都给你准备好了啊，好干净哦！你看，这边是鸡肉串儿、蒜蓉茄子、橙汁鸡肉、芝士虾球、奶香脆鳕鱼啊、哦！哇，鳕鱼都有啊！嗯、这个鳕鱼可是海底下那种鳕鱼，很好吃的那种。它是炸过的哈、啊，就每年的冬这种季节才能钓到鳕鱼的。哇，金山你们家那些小孩喜欢吃的炸虾 ABC 炸虾，这里还有叉烧肉、嗯、这个是葱油海蚌、酥炸生蚝，哇，今天先炸了。这个是清蒸比目鱼，大家看下面是四肢，上面撒了葱花，这是一整条鱼。哇，这个鱼非常的嫩啊，喜欢吃鱼的朋友们今天有口福了。海鲜大会先，这个是香辣蟹，香辣小龙虾，香辣小龙虾，哇，这边还有这个，
香辣田鸡腿。哇，这个挺好的，这个等一下。这个也是老外喜欢吃的 ，ABC 喜欢吃的，核桃大虾球。对，大球虾。哇，还有很多没拍完啊，有些菜还没上，一上来就被抢光了。早餐还有这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跟中午。糯米鸡虾饺烧麦。这还烧鸭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好吃。这里哈，这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的这个皮啊，他们有鸭皮的，知道吧？你们需要吃几块，他们可以去现切的，可以直接可以那个什么，像北京烤鸭一样。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片。你看一片，我们现在都已经赚两块钱。这个好吃，牛仔骨。嗯，这牛仔骨是很新鲜的。这个好吃，铁板大虾。这些都是他们现炸的啊，这现炸的，还有烤羊排这边。他们 barbecue 有现炸的，还有生蚝，还有这个前面的烤羊排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鱼？就是海里面的那海鱼的。有些都没有了。我们哎，这个好，烤排骨。烤排骨倒是现烤的，这个是这个不是 barbecue 烤的，是锅炉里面烤的。这边还有烤生蚝。新鲜的，你看师傅在那弄的。又是工作日。明天就是周，今天还是周四呢，是吧？哇。鲍鱼，冰镇鲍鱼。哇，这边还有配料蘸酱啊！啊，冰镇鲍鱼能吃几个？这个蟹脚，这加拿大蟹脚。还有柠檬，哎，这个生蛤蜊。蛤蜊啊，这个就是像一样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能吃的，就是海蚌一样，小海蚌一样。你看到吗？在海边可以捡到那里的，是吧？但是很有钱。跟生蚝长得很像啊！你看这生蚝也是随便吃，大家随便拿。生吃的很好的。这是白灼大虾，哎，介绍一下那个。这里的海鲜，这里海鲜都是他们在那边弄的。你看，这个是石头蟹吧？这个小螺龙虾，这边都是龙虾类的。看来石头蟹特别多。他们这个水族箱就放在这儿啊，有些菜都没了，一会儿过来拍啊，没有拍完。先拍拍看嘛，有些。对，这边还有，哎，先拍这儿。先把吃的先拍了哈。这是蟹脚，炸的蟹脚。炸出来的蟹脚，这烧鸡鸡柳，这个菜已经刚刚都能会上来了，这个先来。炸菌芦笋炒牛柳。牛柳。哎，这个鸡翅不错，看到啊。很香，看到刚刚烤的。哇，这个香，烤鸡翅，还有这个炒饭，还有糯米饭呢。这是意大利面了啊，这是西餐的，对。不吃饭，吃面，吃饺子。对，炸菜烤披萨。煎饺。哎，这个好呀，红汤糍粑，哎，新品种，好像之前没看到。春卷。有糍粑、这个章鱼小碗，那个挺好吃。这个这边还有红薯饼，红薯饼这个挺好的，这个炸包特别香。芝麻球，这个鸡块，小鸡块，薯条，很多小朋友喜欢吃的，发现很多菜没有了。哎，金山那边还有汤，是不是？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汤，过去吧，介绍一下汤，在这儿。哇，这个叉子、刀子。西餐的，吃西餐的有叉子。还有那个叉水果的。叉水果叫服务员要。筷子汤，喝汤的汤都在这里取，取完以后到这边取，这边，鸡汤，他们的汤主要的老鸭汤，看到吗？捞一下，老鸭汤，哇，这是每天现炖的、哦，这是现炖的，很香的。这还有这个西米红豆，红豆汤，甜品啊、哦。这里最好的一个哇，很营养哎，乌鸡汤，都是炖了很久的，这是大厨做出来的，哇，这几天吃刚好，今天这么冷，啊、这么冷吃的会蟹肉鱼肚羹。鱼肚羹做的，看看那鱼肚羹做的漂亮，漂亮。这边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调料？调料，大红折醋啊，新鲜的这个炒青菜出来了，刚才都是被拿完了啊。吃的猪关子。对，那边还有，经常看一下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呀？上面这个？这个。哦，炸的生蚝。炸生蚝，服务员刚切出来。哇，你看这好多人啊，这边都是坐满的啊。哇，你看好多外族裔朋友了，看好多老外也来吃啊！哇，大家都拿的满满的一盘了，很多人都是回头客。哇，这边还有公鸡辣酱、番茄酱、橄榄油，因为要照顾各族裔朋友的口味，对不对？四川辣油，你看还有墨西哥辣椒酱、镇江红香醋，你看这边做的满满的啊！今天下雨，今天是下雨，知道吧，金山？又下雨天，家庭团聚最好的地方了。是吧？如果你现在去大包口，我还要自己再开车去，在这边就不用了，带着也不用到处去开车停车，直接家里离这里近的都走过来，很方便的。哇，你看今天很多人还是家庭聚会，
这边也坐了很多朋友啊。现在你看你后面两桌全部坐满了啊。坐满了，然后怕你来了后面。下雨都来聚会。这才是聚会的好地方啊。他们这些年是没搭过去，两个对联搭过去，当一个小包厅一样的。对，你看这个就是小包厅了。一个大寝室的。对。像个小会议室一样的，可以在这里做个 party， 特别小型的这种生日 party 在这里。对，真不错啊。周天时间比较长一点，真不错。所以周天因为大家很多休息，有几口。哇，这个是捞汁清口，有点淡淡的辣，小辣。甜品这里还有棉花糖，临时在补菜啊。这个是香辣蟹，又补了一大盘。哇，你看今天好多外族裔朋友啊，又看到好几个老外啊，你看这个大帅哥啊。嗯，我拿两个这个铁板大虾，搞一点这个牛仔骨啊，特别香，热的啊，拿一块，吃完再拿，再拿一片，不要浪费啊。香辣甜鸡腿儿拿一个啊，这个辣的，好，在这儿排队领生蚝，一般一次给你两个啊，嗯，要烤一下，是不是要烤熟了才给你啊？不然吃拉肚子。啊，这边烤羊排，大家看。好多老外都在这等，老外都在这等着了。旁边这个老外在这站着等啊，他拿了三个，哇，拿了一堆啊。老外还是这个是半熟的，不是那么熟的，可能就是比较嫩。我也是喜欢不要太熟的啊。你看，哇，这么大一盘，哇！我连那时候从八年，我也要拿两个。这个是战斧羊排，两个。好，我赶快，羊排一会儿没了。啊，这羊排真不错，大家看，刺刺的冒油啊！多拿一个，给他们拿一个。啊，谢谢。大家都排队取啊！哇，你看，哇，今天老外特别多呀，发现。好，这是我的第一盘。啊，大家看这里坐了好多个老外，六个七个啊，满满坐了一桌啊，坐了。晚餐提供免费的新鲜鲜榨果汁，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汽水、茶、咖啡都是免费的，任意点啊。刚才都吃的忘情了啊，现在过来拿一杯鲜榨果汁。这个鲜榨果汁呢，它是晚餐才有，给大家说一下。我倒的这个橙汁，你看街上卖的橙汁起码都要五六块钱一杯吧，这边畅饮。喝几杯橙汁都回本了啊！现在拿第二盘，哇，仙姑牌玉子豆腐又上新了啊！拿两个小龙虾，随时更新啊！加几个生鱼片啊，这生鱼，每次吃自助餐啊，我都喜欢吃这个生鱼片，但是寿司我就很少拿，因为下面那个米饭的话，吃两块就饱了。对，拿一盘海带。啊，是不是又开始烤这个羊排了？拿一个这个葱姜螃蟹啊，这是我的第二盘，继续加油。第三盘啊，朋友们，战斗力很强啊，今天。你看我第三盘啊，大家看，师傅又在烤了战斧牛排，现在正在撒调料，啊，好像上面有点气势，还给了一点胡椒粉啊。这是我第三盘，你看。师傅一直在不停地烤啊，不间断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时间啊，现在是7:17了，师傅还在烤羊排。这是我第三盘啊，大家看，啊，有清蒸比目鱼了，刚才一上来就被抢空了，这个鱼很嫩很嫩，刺又少啊，每次来我都要搞两块了啊，反正是吃多少拿多少嘛，就是不要浪费，对吧？现在来第二杯橙汁，大家看。鲜榨果汁随时都有的，随时供应着的啊。这是甜品啊，红豆沙、西米露，然后还来了一个水果蛋糕。欢迎来到海天盛宴。